好，说完这个广播的特点呢，我们刚才自己也发布出来一条广播。我们刚才发的这个广播呢，发的是无序广播。啊，这里发的广播是无序广播，无序广播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发布一条有序广播，然后呢，接收一条有序广播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在这呢建出来一个行动了，要发布一条有序广播，那我就写个中央人民政府。好，那创意点 IT 西马点上 government。啊，不过这个感觉要写中央人民政府，晚上有可能要被去，我觉得会查呀，对吧？我就写个朝鲜。啊，朝鲜呢这个地方呢比较贫穷，但是呢盛产蘑菇跟土豆。前阵子呢，我这个朝鲜的这个主席呢还拍照了，在这个蘑菇行里边拍照，感觉呢我们这朝鲜这个人民呢，感觉吃100年或者10年这个蘑菇也吃不完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把我这个朝鲜的主席头像呢给他放进来了。好，给他放进来。好，放进来之后呢，我这个地方呢就写出来一个平台引入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来一个铺满整个屏幕。好，这个地方也是铺满整个屏幕。好，然后它显示的是我这个朝鲜的这个主题。好，折北狗里边的叫做恩恩。好，里面呢我这里边呢还有一个button 的 BUTUN。啊，把这个框框呢给它移动开来，宽度呢让它是铺满整个屏幕，高度呢来个包裹内容，包裹内容啊，里边呢写一个 text 文本，这个 text 文本呢我就写个主题讲话，每人奖励10斤土豆。好，啊，那你要知道每人奖励10斤土豆是一个很大的手笔了，这个10斤土豆就够他吃几个月了。好，所以呢再给我来一个 onclick 呢我就写个 send 了。好，不过呢这个地方啊也有个先后顺序，你要这么写的话这个按钮就在顶上了，我让按钮在底下，所以呢直接来一个叫 align the parent button， 啊，来个 to。 好，这时候呢这个按钮呢就跑到下面来了。好，跑到下面来之后呢，等会呢我要点这个地方，点这个按钮之后呢它就发布出来一条广播了。好，发布出来一条广播呢，我在这里边呢先写出来这个方法。Public void 叫 send 加一个 we。 好，请注意我这里呢是发布有序广播，打完下方。好，那又来推理了，保洁呢我们是发广播，发送广播，我们用的是一个方法叫做 send broadcast。好，现在呢我来到了叫做发送有序广播，对应的单词应该叫什么，肯定是 send， 然后呢叫有序，然后呢来个 broadcast。 对了，这样只不过呢有序这个单词书读的少，不会写吗？那这时候呢我先点一个 send， 我看一下有什么提示啊。这地方有个 send broadcast， 这里面也是 broadcast， 下面是不是有个叫 order 呀，在的 order broadcast。 哎，我们只要上过几年级，读过几年书，应该知道 order 是一个排队的意思，叫 order。 那我们在那个什么数据库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 order by 啊，还有一项啊，就是排序的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在的 order broadcast 它里边呢接收一个参数，哎，重来了有两个方法，那我就用，我就来算一年，我就用这个参数最多的，这个参数最多的。好，那把它们回车，回车，然后回车，再回车。好，那先看第一个是 intern 的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这是一个 intern 的嘛。那第一个一个 intern 的，六个 intern 的。啊，那光定义完 intern 的，我们知道这个广播它是不是有指定的频道啊？它肯定要指定自己的 action 动作嘛。intern 的点上 set action。啊，这个 action 呢，我就来一个 common ID 黑马点上 government。government 点上叫做 a table， 叫土豆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我已经指定完了。第二个呢叫什么？第二个呢叫做 receive permission。 啊，这个 receive permission 呢代表是你要想接收我这条广播呀，必须得具备什么样的权限。好，当然你这边如果写个空，代表是你根本不需要权限，你也很可以领这个土豆。
好，那一般呢，这种现实生活中肯定是你必须得是我这个朝鲜的子民，那才能领这个补助。外国人民呢是领不了的，因为你们生活太贫穷了，吃补助呢是吃不上。好，那今天我看第三个呢叫做 result commission， 来 result 是结果。啊，这个 result 的结果呢，它代表是最终的结果接收者。好，那最终的结果接收者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说什么呀？他说你自己的广播接收者用来最终接收这条广播。那我现在呢用不上，我先写个空码，等我回头我们再补上。好，今天呢看第四个参数呢，它叫做什么呀？叫做 schedule。 schedule 呢对方说是一个 handle， 是一个消息处理器，也就是这条广播呀要发布的时候呢由哪个处理器去处理它的发送呢？我这方呢就不写了，我写个空，代表是使用上下文的主线程去发布它。好，写个空。好，后面呢这里还有个 initial code， initial code 呢相当于是一个初始的代码。啊，这个初始代码呢就跟我们现实生活中你经常看到有些什么15年的1号令，那主机的3号令，那我这方呢写个零。后面呢有个叫 initial data， 这个 initial data 呢相当于是一个初始的数据。啊，叫初始的数据，那 often 的呢，但是呢我这方呢不能写空啊，我们要写什么呢？就写我们在这里边部署文件里面写的这句话，叫主题讲话，每人呢奖励十斤土豆，就是广播里面呢默认就带上这句话，这个叫初始数据。啊，紧接着这里有个 initial 的 actual 的，啊，它是一个翻斗类型，翻斗类型呢往前提给大家讲过了，那就是一个打包的工具。啊，那如果呢你觉得我这个广播啊光带这个字母串的数据还不过瘾，那我还想带别的数据怎么办呢？在这指定那个扳手上呢带给它 put 数据进来就行了。那我在这呢就给空了，我不用带数据，我就带这个数据就行了。好，那这里呢参数比较多，解释完之后呢再打出去。第一个呢是意图对象，用于指定 action 的动作。好，第二个叫什么呀？第二个叫一个叫做 receive permission， 把它拷贝一下。好，叫接收这条广播需预备什么权限？这地方呢，我们就给一个空。好，那紧接着看这里有个叫做 receive receiver， 它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接收者，叫做最终的结果接收者。好，紧接着看这里呢有一个叫做 schedule 的，不过呢这个 schedule 呢是一个 handler 对象。好，我把它写下来，叫做 handler 对象。好，处理广播的分叉。好，紧接着这地方有一个叫做初始的代码 initial code， 给它拷贝一下，可以用对初始代码。好，里面呢这个有个叫 initial 的 data。 好， control V。 好，这个叫代表是初始的数据。好，最后呢还有一个叫做额外的数据了， control V， 额外的数据。好，如果觉得传一个字符串的初始数据还不够，可以通过翻斗来指定其他数据。好，关于翻斗呢早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，我在这就不再说了。好，那我呢只要点这个按钮，我就能把这条广播呀给它发布出来，我先把它弄给它布置出来。好，那这个用呢就已经布出来了，等会我只要点一按钮，我就把这个广播发布出去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发布广播的代码呢已经全部写完了。